inside the bridge. Maximum 速度是十。哦，不是，是那是高度。Turn left. 全是木船，嗯，最高的最，中国做这样的最长的也会做得出来。中国人民还没想起来，我还没想到呢。还没想到做，对。这个对中国做这个太 easy 了。桥为什么要 cover 呢？没有啊，因为你不 cover 的话，就成不了世界上最长的。那个好像那些铁路桥都是 cover 盖住的。可能没这么长，可能没有这么长。这有一千多尺长，一千多尺。六千多公里，就是长江，武汉长江大桥底下那个过火车的都是盖住的。那你看他之前的形容词是怎么说的？他是 longest covered。